电踏少女贝尔，以现况来说呢，我们还是要维持勤洗手的好习惯，还要保持物品的整洁。但如果是3C 产品呢，不一定每一项商品都适合拿酒精来喷。举例来说，你会用酒精喷你的耳机吗？我们的手啊，每天东摸西摸，再摸了耳机，耳机上可能就会有我们看不到的一些细菌。那在我手上的呢，是 LG Tone Free 耳机，它竟然自备紫外线杀菌功能，很猛哎！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它怎么杀菌。先从外观来看，整个充电盒啊，非常的小，加上圆圆的设计，很像是女生的粉饼盒哎，很可爱。有没有很像拿在手上，然后打开后，下一秒就会开始补妆？那它除了亮面的白色之外，还有黑色的雾面可以选。那我们先要打开咯。哇，你看到？这个蓝色的灯不是已经在杀菌了吗？No， 它只是一个气氛灯而已，不代表它正在杀菌。那要怎么开始杀菌呢？我们接下来看下去，要把耳机放入充电盒关闭，并插入充电线。等到充电盒灯号开始以呼吸灯方式缓慢闪烁，就代表紫外线正在杀菌。那这个紫外线 LED 灯呢，是肉眼看不到的，而且只有在充电盒关起来且里面有耳机时才会运作。官方的说法是在10分钟内呢，它可以杀死耳塞部分高达 99.9% 的大肠杆菌跟金黄色葡萄球菌。好了，它杀菌完啦，那它灯号就会变成很亮。杀菌完的耳机感觉戴上去考试都可以考100分。好啦，说真的，我觉得肉眼看不出什么样的变化，但因为现在紫外线的应用还蛮多的，再加上 LG 多年做家电的经验，我觉得应该是还蛮有帮助的。补充一下，后方是使用 Type-C 充电孔，前面的灯号呢是用来显示电量，蓝色代表电量高于 80%， 紫色代表电量 80-20%， 那红色代表电量低于 20%。它在充电盒上的按钮呢是用来连线，它连线非常快速哦，只要是连过的装置，只要拿出耳机就可以自动连上。耳机使用触控控制，点一下播放、暂停，左右点两下调整音量，长按可以开启环境音模式，并有支援入耳侦测跟脱耳侦测，在你拿下或是戴上耳机时会帮你自动暂停或是播放音乐。那我刚才说它有支援环境音模式，我觉得它的效果是非常有感的。当你开启环境音模式之后，你会有一种麦克风正在收音的感觉，很明显的人声啊，还有周遭的声音会被放大，尤其声音越近会越明显，很像是有人拿着纸卷在你耳边这样讲话。那当然，如果你音乐开太大声啊，人声是没办法盖过音乐的。不过我觉得它已经是我近期遇到环境音模式最有感的耳机。LG Tone Free 呢，它采用6毫米的驱动单体。那音乐的部分呢，则是有透过英国知名音响品牌 Meridian 的调音技术。那它虽然没有具备主动降噪的功能，但是它的耳塞的物理抗噪能力很好，它可以带来接近低强度的主动降噪的效果。整体的音质啊，听起来还不错。我很喜欢就是在听歌的时候，可以感受到歌手的那种喉音，你就可以想象他在唱歌的时候的那种丰沛的情感。那我觉得它的保真度不错，然后在音场的空间度啊，跟低音也是都是平均以上偏好的。在通话的部分呢，戴耳机的人听到对方声音是非常清楚的。那如果戴耳机的人在室内安静的地方，对方听到的声音也清晰。但如果周遭有人在讲话，环境声音比较复杂，声音一多，难免会让人听起来比较不清楚。这也是目前许多蓝牙耳机无法避免的外在因素。LG Tone Free 啊，可以搭配 App。Tone Free 使用，它在 App 里面可以查看电量啊，更改触控的动作，那简单的 EQ 音场设定。
最特别的是它可以帮你找耳机，还可以帮你阅读讯息。我们来示范一下，如果我耳机哪天不见了，我可以点这个 Find My Earbuds， 然后点 Sound Play。虽然这耳机本身发出的声音有点小，但至少比那些只有地图定位的好吧？你知道空间这么大，耳机这么小，你不发出声音，我还真的是找不到哎。那你也可以开启阅读通知，当你讯息来的时候，耳机会自动帮你阅读讯息栏里面的内容。我们常用的 LINE 啊、Messenger、Gmail 它都有支援。那讯息栏里面有几个字，它就会念几个字。它这项功能啊，在你比如说开车啊，或是运动不方便看手机的时候，其实还蛮有帮助的。但是如果你的讯息超多一直来，那你听音乐的时候就会一直被打断哦。电量的部分呢，官方的数据是耳机是6个小时，加上充电盒是18个小时。那在我自己的测试下呢，大概耳机单次续航是4到5个小时。那如果每天听4到5个小时，大概就是3到4天需要充一次电。我觉得它的单次续航不算太长，但是它有快充的功能，它充电5分钟可以听1个小时的音乐。而且因为耳机有自动杀菌的功能，所以你平常就会特别想要让耳机充电，所以你不太会遇到充电盒没电的问题。另外，充电盒有支援无线充电，但使用无线充电时就不会启动紫外线自动杀菌喽。LG Tone Free 呢，它是一个非常多功能，然后非常全面的耳机。它除了耳机基本的底子打好之外呢，它还有具备脱入耳侦测啊，左右耳可以独立使用。无线充电，然后可以帮你念讯息，然后 IP64 的防水，然后可以帮你独立的寻找耳机，这些功能加加起来，我觉得都是非常加分的特色。我觉得最大的重点呢，还是耳机能够自己杀菌。如果你是一个注重卫生啊，或是你的耳朵比较容易敏感、痒痒的人，那你真的很适合 LG Tone Free 啦。它的价格呢是5490，我觉得很少在这个价位带看到功能这么丰富的耳机，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再到他们的实体店面去摸摸看啦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给我们 like， 别忘记订阅电话少女的频道，还要开启小铃铛才能收到最新的消息哦。大家拜拜。